在日前举办的静海净滩回归山源活动，日光寺监寺慧武法师率领佛光人一起参与，共同响应环保爱地球，也推广星云大师环保与新宝的理念。这个是要让我开闸门，一铲又一铲，将沙子里的垃圾一一过滤出来。台东县环境保护局与交通部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静海净滩回归山源活动，日光寺监寺慧武法师也率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督导委员会及各分会和日光佛光青年团、童军团等一同参与，响应环保，人人有责。所以呢，我们也是秉持师父就星云大师然后提倡的，就是在2010年，其实我们就有这样的意识就提倡环保与新保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现在全国都在提倡环保，然后呢，因为在疫情的严峻下，大家还是出来尽一点心力，然后新保与环保响应一下。慧武法师也表示，希望透过这项净滩活动，唤起更多人对于环保的重视，贯彻星云大师环保与新保的理念，重新做起，一同拯救地球。人间卫视台北台东综合报道。